我今日将伊确确实实是伫个美吉面头前要证明，我袂因为利益来出卖伊，嘛要证明，我袂因为利益出卖家己的前途。同时，嘛要提醒，甚至要警告你，你要变三八二，已经有法看破卡手。若是你想要继续利用，我贵伯文来违抗朝令，我送互你四个字：你袂明白啦！吴志忠。 请你卖自作聪明，嘛，请你唔通甘为不听。既然大家已经听我话啦，嘛无啥物好啰嗦的。林敏啊，林爸爸吼伪装盘的计划啦，你只要配合伊计划去做，安尼就好啊。严格霸占你啊，影响占你啊，比拼，你叫我要安怎解配合？安尼就叫做影响，叫做比拼，要怎嘞？既然这个投资案已经无抽提余地。 那我认为双方面应该同机立断，对这个无完美的投资案，会当做出一个了断，甲结束。叶小姐，我尽量赶紧派出我的律师团，甲会计师团出面，直接针对大亚钢铁因为这边合作流散所造成的损失，做出合理的赔偿。也是讲，叶小姐，你认为这单代志应该在法律的途径来解决，我咪奉陪到底。朱先。 坦白讲啊，有关这个投资案，自头到尾，我拢是跟黄志忠副总裁伫接触的。合约嘛是由超联的金总裁黄秉春先生来跟大业工程所签订的。所以，若是这个合作案产生任何变化，我应该也是会针对黄秉春先生，也是黄志忠先生啊。也若是黄主席，你跟超联集团到目前为止到底是甚么款的关系，我无兴趣过问。 杜姐，你嘛听到黄副总裁因讲啊，一切咱也是照原来合约来执行，所以你根本就无需要针对我讲任何话，因为我是无需要听，敢毋是咧？黄总裁，黄副总裁，虽然主席即个代表红英集团即个介入即件投资案，伫只出台大业工程的位置，伫咧手段来讲是有淡薄仔强势啦，啊，毋过主席即嘛是超人的大股东，这是一个事实。 所以，您必须要尊重的意见，甲决定，敢毋是咧？主席，夫人，您伫咧超联集团内部的持股比例先卖讲，目前超联一切对外，还是我这个英文总裁伫咧做主。相对主席伫咧超联，只是一些个董事，并无是坐权力。所以我认为，我的决定就是超联的决定。洪总裁，其实你嘛知影。 主席是毋是甲你这个总裁换掉，并毋是甚物困难的代志啊。夫人，今仔若是我甲黄总裁互人换掉，阮都无会通讲。啊，毋过我嘛要提醒黄主席两句话，不在机会，不谋其成，你只要将好你做当初的本分就好。到今仔日为止，超联集团上高层的行政决策人有识别、有识权的，也是红米华总裁。只要伊决定继续甲叶美琪合作，继续进行。 我想甲目前为止，应该无人有资格反对。同时，我甲洪总裁，我正式宣布，我无欢迎红英集团加入台湾慈福企业联盟，因为咱双方面做生意的理念不合。志忠，伫今仔日的场面，也轮袂到你伫我面头前红声。主席，你是卖我好无？主席，你是志忠的大弟。 嘛是洪总裁的大兄，其实就是一家伙啊。今日我坐伫遮后，等到有淡薄仔解约，因为毕竟我是一个外人，啊，毋过请用阮这个外人讲几句我讲大话啊。我认为，拄则志忠讲的，句句拢是实在话。而且，你的红英集团若是强势要介入，啊，毋过你另外一个身份，又阁是超人的大股东，那你我要请问的，若是到最后，主席的你成功取代我的位置了后。 你的身份是代表红英集团，还是超联集团的？还是你根本就认为你已经会当完全控制一切？你想要安怎做，就安怎做。这是阮内部的代志，无必要向你这个外人解释。主席，拄则美琪所提出的，其实实施的真好的问题。红英集团甲超联合作，就等于是你的倒手甲你的正手伫合作。若是将来你乱舞，阮超联集团这个股东。 阮会欢迎甲保障伫一堆。主席，早起我来开会时阵，
你讲，你袂计较我用老狐狸来形容你，啊，就是讲，你嘛承认家己是假老狐狸。其实顶面你的董事会时阵，你的狐狸尾你都已经藏袂了，已经予大家发现啦。我想这点，你嘛唔敢否认才对。妙啊，志亮，不管你看到啥，发现啥，我尤原是同款迄句话，我会照我原来的计划去行。安尼，我就直接跳破你的计划。你想要他做咩？华阳集团利用这坎坷来改善。 你想要用倒手趁钱，假使算一个方向，利用乌龟官位将超龄威抗丢啊！志亮，美华，你母仔囝今仔日是存心来找我谈判，还是存心要跟我拆破面的？你用这种方式来天下秘技，敢真是有啥物价值性？主席，我今日将面，确确实实是伫咧美吉面头前要证明，我袂因为利益来出卖伊，嘛袂证明，我袂因为利益出卖家己的证明。 东西，我要提醒你，甚至要建国你，你要变西巴伊，已经有法破卡手。若是你想要继续利用五鬼波纹来违抗朝廷，我送我你四个字：你不要面目啦！吴志忠，请你卖自作聪明，嘛请你唔通甘为无天。既然大家已经听破面啦，嘛无啥物好啰嗦的。阿妙啊，吴志忠，你若是看我袂顺眼，真简单。 欢迎你马上辞职，马上离开超人的健康团队。杜尊公，你莫怀疑主动辞职，等我收回超人的健康权了，我咪赶快对你无客气，并你落台。爸，志忠家今都是家己人。什么？你先点点。美华，志忠，我唔是要提醒你人讲话啦，无论安怎讲，有啥物问题？ 咱会当将门关起，好好啊参详啊。啊，不过今日天热，咱甲袂讲了伤济，安尼又别人吼看咱黄家笑话呢。夫人，不要紧啦。我认为，把这款实际问题提出来讨论，应该嘛是好代志啊。我认为无啥物好讨论的啊。我们是同款意见，三万多请你开，多谢你啊。阿爹，三个。三位，请。 主席，志忠，家这款安排啦，无啥物好讲的，咱等伊结果。主席，夫人，甜品，再见。爸，志忠头拄仔讲，你要利用红英的家庭，五鬼搬运，违抗超龄，这敢是真的？ 无唔对，爸，你哪会用安尼啦？天命啊，正经毋是甲你讲过啊，恁爸爸要大开杀戒啊！爸，你安尼敢会伸手怀手咯？这个是你的亲兄弟，还佮有恁黄家家族的事业呢，你记呢？天命啊，我正经甲你教过，无情无义的事你袂记得心。我嘛有甲你讲过，你若是当心，你就会全局失败，只有心挂雄。 才会全面成功，你嘛袂记得心。爸，你袂用安尼做，要若无以后咱这家伙还佮制度引导的人，会变作是外收人呢。天明啊，我知影你咧烦恼啥，要毋过做你放心，等我将这对母仔囝拍倒了后，因才会知影啥物叫做天外有天，人上有人。到迄个时阵，因就干那会当向我屈服，乖乖听我控制，听我的话。 天明啊，爸爸嘛无袂记你，一定会替你得到这张职位。天明啊，恁爸爸吼为全盘的计划啦，你只要配合伊计划去做，安尼就好啊。也毋过爸这尔影响，这尔卑鄙，你叫我要安怎甲伊配合？安尼就叫做影响，叫做卑鄙，要炸嘞！